纽时，美中 APEC 大交锋有如美苏冷战。今年 APEC 峰会因美中分歧，首度导致领袖宣言难产，中共官员更直闯地主国巴纽外长办公室，企图修改宣言内容。纽约时报评论指出，美中这样的公开争夺让人回想起冷战期间美国与苏联的表现。评论并引述分析人士说法，指出此事标志着美中关系的新阶段，也就是说，中共在亚太地区挑战美国的主导地位时，愿意把外交手段丢到一边，转而采取更强硬的姿态。这篇评论形容中共官员并没有努力透过对话解决分歧，而是直闯巴布亚纽几内亚外交部长办公室，这种行为是打破外交礼仪的行动，且异乎寻常。前澳洲政府军事战略顾问怀特 Hugh White 表示，中共不在乎自己看上去是否粗鲁，而这种行为之所以令人惊讶，是因为全球上一次目睹这样的焦躁已经是30多年前的事。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普拉萨德 F. Prasad 表示，中共对此事的强烈反应说明中共领导人担心被美国和其他国家孤立，这些国家可能仍然会建立统一战线，以因应中共不公平的贸易和经济做法。评论指出，美国决定与澳洲、日本联手，在巴纽的马努斯 Manus 岛重新开发一座深水军港，可能会让中共感到不安。这座岛屿在二战期间对美军击败日本产生重要作用，如今它可以产生对抗中共扩张的战略作用。